登上网婆被告，超级难困惑，英文没对透吗？老公，老婆，虚拟世界的感情，现实会面时到底算不算数？最好还是先问问女生意见。台北市20多岁五姓男子玩线上游戏《剑侠情缘》，认识一名女大生，两人在游戏里是虚拟情侣。去年6月相约在女方租屋处见面，因为女生对他有意思，强行与他发生性关系，收到女大学生的简讯：“你这样是性侵。”他才赶紧道歉。五男到庭时，因为有简讯为证，无法狡辩，但他感到很困惑啊，为何女学生翻脸不认人？是不是因为我没带套的关系？女大生说，两人当天才第一次见面，根本没有想要跟他黑秀。最后，五男被以强制性交罪起诉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